从我现在就知道我的环保车就对了。我很爱舒服，我也很爱搭那台，85年就载回收了，用那台啊。那台啊，屏东关啊，一直收啊。师傅也就是坚持吧，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把瓷器然后把环保做好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了。做环保为着我这个身躯是我爸母啊，我嘛为我爸母啊做，啊为众生做。咱瓷器豆腐总是要用认真，不用功啊，无法度长久。来临清净，外人付出的叫做功德，所以吼，德是伫咱的本心里，我们的心心念念啦，都不离开呢。众生苦难多，有心啦，才会启发智慧。才会坚定方向，所以心智就是心智、心地啦。有心、有地位，就会巩固我们的心念。所以这要认真，既然巩固了心念啦，我们呢就要怎样因缘，就要能理解因缘。更要呢了解了这个人间呐、啊，这自然的大自然的法则，什么都是求不得，只要呢真实力要认真，你就是要求啊求未得，所以唔免求啦。但是呢，咱爱认真呐、啊，对真谛呢，我们要用智慧去认清楚。身体力行，那就是真心。有真心的身体力行呢，就是典范，很自然，就是典范，不是做作的，不是在人情人后。平常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德，道德的德。因为你有在用功，所以呢会得到道德，所以呢德加德呀，多德都是德来的啦。那这个德来安怎德来呢？那就是认真，认真为人间。佛法走入人间，这就是德，用功和为人间呐去付出。因为板国岛都是老人居多嘛，然后我们要去孝远那边看医生啊，需要一个船印啊，老人家上下船很麻烦哦。然后毕竟现在的船呢、啊、没有固定的时间呢，就是2个小时一趟，有时候1个小时一趟。至少在慈济的安排之下，我们在这边举办了一个中西大和平的议程呢，然后可以方便很多居民啊。不用去到过海，又能沟通，这边啊全部都是讲华语，又能沟通，有什么问题啊就能说明白了，他也听得明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每一个月的话，一些医师。大菩萨、医王菩萨都能够现身来这里，穿接过相机衣服，看到我们的众生。那在马来西亚，似乎一直都是赞叹，声声赞叹哈。那总是因缘，我也很感恩郭居士这些济行。默默的在慈航普渡啦，我心里了解哦，他是在大海中呢，慈航呢也没有离开这个茫茫大海，也在渡众啊，我真的是很感恩，总是呢二哥
纪言，他也是很用心，所以我给他纪言，就是言呐、啊，他守护好人。马来西亚他也是稳稳的顶，槟城哈，他也守在那里哈。啊，我呢，这个首席的丁丁，他很推动首席，还有呢，教育人文，他们都是个师傅的精神，真用心，包括陈医师，大家呢，都是把师傅的心啊，人人呢总是紧紧的贴住，去做师傅想要做，师傅做不到，大家做到。那么遥远的地方跨国了，把这个盐也当师傅呢，真的很感恩，迁回佛陀的故乡去。你们在那里所做的，也已经很触动我的心，很感动了。这时候，我最近以来，我真的出生无憾。这时候，起码恁已经接近佛国啊。最近我一直讲，这世人我无遗憾啊，就是这一件事情。已经呢，看到慈济的足迹，踏上了佛国。说是佛国，其实呢，佛陀出生在那里。尤其是你们，总是呢，就是在刚好那样的足迹的地方，他的出生地，我更感动。总是，这都是因缘呐。而且我们大家共同心愿期待啊，在佛陀的故乡，我们慈济人啊，把佛陀的精神，他的正法要落实在当地，鼓励人家当地的不管是青年或者是中年老人，只要你有心啦、啊，只要有心，以你们的智慧啦、啊，随机堕教，可能在两三年的时间，应该都可以看见啦、啊，这一棵菩提树，应该累累的，这个花已走。都可以看得到，是啊，希望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呢，要大家人共同一心，我们在人间呐、啊，行菩萨道可成佛，菩萨道的本分是呢，就是要接近人间，不要独善其身，菩萨们。但五言同生在这个时代，也是这个世界里，同时呢，更有缘呐、啊。大家把师父的力量，外心做恁的心，啊，恁的心贴师父的心，去做师父想要做的代志。这时候，我真的是很欢喜。啊，还是要跟大家人讲。还是要身体照顾好，有身体照顾的延续慧命，有生命才有法度继续慧命。所以哦，把握今生，来生我们在哪里，各不相识，再来也是。也许我们这一生缘结得更深，更深。也是来生啊，我唔捌你，你唔捌我，唔过呢，有这样的因缘，又会合在一起，来生
就如今生，过去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总是呢，这有来因缘到了，我们所结的时间那是真长啊啦，二三十年，二三十年都有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把握因缘，重视今生，那好好的顾好自己的生命，生命的行为，生命的身心健康，发挥智慧啦，那延续来生来世的慧命，菩萨道永恒不息。